Ok, okay 了哈。那刚才同学补充的没错啊，我之前没有注意到，所以呢，我刚才已经发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去了啊。管理长动作好像非常的快啊，刚才就已经查到了。那我有转到我的老师的，就是老师的网站上啊，不过它的格式跳掉了哈。所以如果各位要看比较好阅读的格式，你可以直接到它下面有一个这里。它的 source 在这里，好，叫大学堂英文，它这边写的蛮清楚的 ，let have make get 使让叫，然后四个的差别定义等等，然后这边我蛮喜欢他做这个的哈，就是 have make 受词啊 ，PP 那 PP， 啊，这就是刚才 Jason 补充的，没错 ，let be PP 好，所以 OK 哈，所以马上调整在这里。哎，就可以加个什么 ，let be 啊，就更新版 ，OK， 好，所以感谢同学啊，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啊，但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啊，尤其我上个月开始那个打造克雅营销种子讲师军团，每天都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团队里面的这个同学啊，这个讲师之间的资源整合起来，哎，不得了，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前几天有一个在澳洲做不动产的老板加入我们的军团，啊，讲师顾问团，在澳洲做不动产。另外一位讲师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也是以前我们精英的同学。然后他后来去年在华尔街开了基金公司，哎，初步估计那间公司的市值好像是2亿，还是很恐怖的。你要在华尔街开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哈。有很多的条件，他说他花了16年去整合所有的资源，然后最后呢并购了一间公司，然后他是大股东，他就变成基金公司的老板，哎，这是很恐怖的事情。那他成为我们的讲师，那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讲师团？他一定有看到一些东西啊。那为什么举这两位呢？因为这两位他们都是做比较高单价的金融产品或不动产投资的概念哈。那这两位经过我这样子资源整合介绍一下，他们保守估计啊，明年应该会多赚个几百万啊，保守估计至少几百万。然后如果夸张一点，他们的客户交换啊，整合资源整合得很好的话，几千万都不是问题。就因为加入了种子讲师，然后呢，我帮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然后帮他们整合一些东西，就这样。所以刚才我上一节课讲了一个例子，有没有？那个我的老师说，他的功能是发挥策略，不是去做协调，那个是一般经理人在做的事，所以他要发挥他最大的重点的功能。好，这是我也在思考的事情。好，所以慢慢的啊，这个英文课的部分呢，我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很多以前视讯班的老师啊，像文念台之前有上过的视讯班，其实慢慢的哈，这、你会发现我这边的那个英文的 case 还蛮多的。因为每天有很多各个管道进来的，叶老师麻烦你介绍这个家教，叶老师麻烦你介绍蔡克老师，叶老师麻烦你介绍啊。但是英文这个部分，我发现当然是词源是我一辈子有兴趣的，但是英文的部分呢，对我发挥价值的这个比例目前没有再继续倍增的效果，所以我现在慢慢会调整这个比例哈。所以很开心各位也可以上到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公益课啊，希望你好好。珍惜利用我们的资源。好，那回来我们刚第二堂课的进度嘛，好，回来从头再复习一下 claim， 好，宣称领取夺走人命，记得了哈。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个东西哈，叫做首次上课须知，上次有讲过吗？好吗？没有，好，那记一下哈，首次上课。这个是我们精英的智慧课，我会补充的资料。那我刚才有讲啊，虽然我们是公益课，我们没有收任何费用，但规格一律比照收费课程啊，而且是几万块的收费课程。那首次上课须知，你如果 Google 的话，就会找到老师的网站是第一个。然后点进去之后呢 ，Control F 啊，搜寻关键字，然后你就会找到 Control F， 好，就会找到这一行。首次上课须知，点下去是 Dropbox，
的账号，不需要任何账号密码，直接下载 PDF。OK， 所以这是一个我特别为了智慧课的同学准备的一份资料。那上面就有简单的叙述了，好像英文单字有171476个。OK， 这个是刘毅老师他的字根字典里面写的。那他字根字典里面有100多个字首，418个字根，122个字尾。但我们不需要来问一下，安妮塔隔壁这位同学 ，What's your name？Carol。来请问，你想要一辈子去背170000英文单字吗？不想，我也不想。所以刚讲的那个重点其实就是 focus。我现在要考多益，目标是550，那我只要5000单字、6000单字够了。我现在考多益，我要900，我要这个860金色证书，那9000单字够了。那9000单字、6000单字，更简单的方式就是252个字根。所以其实你永远有叫 shortcut。捷径啊，可以去帮助你快速达到这个目标。好，所以你不要去背170000字，我们是背自己需要的单字。OK， 好，所以下面就有这个4个隔音法则。像第一个，刚才刘正老师讲的 TDS， 那我会补充的更完整。后面还有 THCHG， 那刚才还有什么 BPMFV， 好，所以这个你可以下载下来，甚至需要的话你就印出来，然后这个上面可以补充资料。那上面就有讲一些，比如说无神论者，无神论者这个字，哎呦 ，sorry， 无神论者，这是一个托福雅思等级的单字哈，但是非常简单，因为你透过字首、字根、字尾的方式，立刻可以记住它。来，我们第一段先念一下 ，and， 第二段 ，be， 第三段 ，is。好，再合起来 atheist atheist。 好， A 代表什么？没有，因为它其实就来自于 AB， 通过的离开啊，不在啊。 THE 代表神，因为后来有一个字叫 theology， 神学。 ology 是一门学问，所以研究神的学问。在很多电影里面，救世主，这是我的联想哈，救世主他们都会说 he is the one，那就是那个救世主啊，因为我看过什么骇客任务啊，什么 He's the One 啊，你用他就是那个救世主。By the way， 顺便一提，有看过骇客任务一集，第一集请举手，第二集、第三集，全部看过，哇，始终粉丝也好，这一位 ，What's your name？ Roman， 哎，请问他看完三集，你觉得他演什么？因为我们过很多人都说阿宅，反正就那个动作很帅，然后闪子弹这样，哎呀，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就 That's it， 就这样。有看到什么吗 ，Roman？ 哎，这也是观察力哦。他有讲一些哲理吧？哲理什么哲理？基督教。基督教的哲理还有什么？例如举例 ，For example， 就像那个一开始他的名字，那个是。Thomas Anderson， 是那个 The One 的，不知道是哪个文的那个。然后之后又讲到印度教轮回的概念。他其实埋很多梗在里面，就看你有没有看出来。像他说人类这个人类世界已经被电脑取代了，所以人类搬到地底下去住，那个地方叫 Sion 西安，也是圣经里面的东西。然后他的女朋友叫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Trinity。他女朋友就是三位一体的代表，所以他叫 Trinity 啊 ，T R I 代表三嘛。好，你应该特别有感觉吧？你有看过吗？有吗？这些电影里面藏了很多这种东西。那你慢慢对这个有观察到之后，你再回来看单词，再念是 theology， 然后 the one 救世主，那他就是神喽，所以 T H E 神。所以，一个不相信有神存在的人，来请念一下 atheist， 也就无神论者。一个很简单，应该说本来你认为很难的托福的字，但是马上变得很简单，因为已经戴上用字根词源分析的眼镜。好，那刚才同学还问到一个概念，慢慢哈，因为你在研究词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很容易简单分析的单字。你都会了，会了之后其实恭喜你，为什么？你会进入一个模糊地带，
中文叫做见山是山，第一步骤。第二步骤，见山不是山，然后接着你通过了这一关，你就会到见山又是山，这是三个不同的 level。所以你会发现，怎么这个字这样，怎么那个字又那样？哎，怎么会这样？哎，很简单，因为你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当你开始有点模糊，恭喜你，表示你在进步当中。OK， 所以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因为有同学问，我们再补充一下。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success， 哎，又回来这儿 ，CESS， 啊，就那个成功这个字有没有？成功，我们不是说 success 就是 sub 下去吗？然后 cess 不是走吗？然后同学就说，那下去走跟成功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就说坚持走下去。然后同学就哦，OK， 好，所以一样有下，一样有走啊，但是你要怎么去连到成功？这个每个人右脑的那个连结就不一定啊，这其实是一个我认为左脑叫思辨的过程，那右脑叫创意联想，那最厉害的记忆就是左右脑并用。好，那早上我在听那个佩瑶老师的课，我就发现他说，其实全世界的东西全部都是有关系的。那他讲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文艺复兴时候的大天才叫达文西，达芬奇。他也说过同样的话，那全世界任何两件事情当中一定有关联，只是你知道或不知道。哎，所以你一定要去想办法去训练自己的观察力。哎，这个有什么关系？去想。好，再一次 success。OK， 那当你用联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就不需要怎样死记硬背，因为在词源学里面或记忆法里面有三个联想的金三角。叫做来听一下字形、字音、字义、形音义。好，那我们待会可以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每天上课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举证，因为同学都不相信，所以我们要举证给同学看。因为我花了50000块去上这个快速记忆课，那上完快速记忆课，同学说老师你学有没有效？我说有效。为什么有效？每天我在上课都在用快速记忆学到的技巧在教别人，其实在教各位一招。你学任何东西之后，要快速的记住它，很简单，立马去怎样教别人，就这样。上次有没有讲？有吗？对不对？啊，那有真的这样做的，请举手。两位，请放下。45/2，好，对，一或二，对，所以大概罗主任讲对了哈 ，1-2-3%。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去做，效果就会非常明显。而如果你只是自己听听听，那你就只是一次的印象。或者自学的印象，保证不一样，保证不一样。所以克瑶老师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有趣，欢迎跟各位，欢迎各位去使用它或应验它哈。非常那个想跟各位分享，他说世界上最大的自私就是无私。再讲一次哦，世界上最大的自私就是无私，好好体会一下。好，这有点哲学哈，你可以感觉一下。所以，当你无私的去帮助所有人的时候，哎，最后一切该回到你身边的就会回到你身边，那不会回到你身边的本来就不会回到你身边，所以 who cares？ 啊，这就很有趣了哈。好，所以自行自因自于联想，记得。好，所以回来再念一次，第十一个 claim。好，那我们刚刚说要举例嘛哈，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各位想要看一下。找一个一般人认为超难的，好不好？比如说这个字，好了。好，像这上面不是有变化吗？好，其实呢，万物归一，就是不管它怎么变化，其实你只要记得本来的，你就会变化了嘛。所以我们通常就把那个很容易理解的变化省略，不用记住它，我们只要记住那个根本是什么。所以我们回来这个字，来听一下 ，embarrass。embarrass。听一下 ，embarrass， 音是 ，embarrass， 啊，念得很激动啊，所以这里是 embarrass， 很多同学背这个字说，老师这个字超难的啊，这么多 a 母音有没有？这么多 r， 这么多 s， 每次都背了一个落了一个哈、啊，就忘了这个那个忘了那个，其实很简单嘞，你要做的事就是深呼吸，吐气。
然后呢，把 RR 画个线。当你把 RR 画个线之后，这都能有背过吗？你有背过吗？好，把 RR 画个线之后，你发现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因为前面是哪四个字 ？EMBA， 现在很流行念气管硕士，不是就 EMBA 吗？我们现在开始在联想喽，字形、字音、字义联想，后面刚好是屁股哪个字 ？ASS， 好 ，ASS 在古英文叫驴子，现代英文叫屁股。美国人拿来骂人，但你们不要拿来骂人。我们要这个倡导世界美丽的那一面，提供正能量，好吧？所以呢，我们要拿来联想什么？屁股 ，OK？ 所以 EMBA 中间 RR 后面 ASS， 好，开始联想。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拿了什么学位？请回答。EMBA， 然后拿了这个很开心，拿了 EMBA 学位证书去挤公车，哇，公车上人很多，所以他左边屁股被挤了一下，他叫了一声。啊，他右边屁股又被挤了一下，他又叫了一声啊，这个字请问背起来了吗？也背起来了，而且重点是不用背啊，来再一次 embarrass， embarrass， 我们立刻来测试各位记忆的效果哈。How do you spell embarrass？ E M B A R R A S S， 啊，念的时候正常就好，因为之前有同学念的时候，他要感同身受，像 E M B A R。ASS， 但有点怪怪的，好吧？就正常，你只是联想就好。好，那重点是你不只会正背，你还可以怎样？还可以倒背哦。ASS 打过来叫 SSA， 中间一样 ，R 前面 EMBA 打过来 ABME。请问黄卫，你只有背单字可以这么快速、这么简单、这么轻松正背倒背吗？没有，因为以前都虐待你的大脑，就是。叫他死记硬背，大脑不喜欢死记硬背，大脑喜欢联想，所以最厉害最厉害的记忆秘诀叫做不用背，就是用联想的。好，所以你要练习，一切都可以联想。OK，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就是联想啊，左右脑的并用的联想，那这个需要训练的。昨天有一个同学附带一题。我们先把这个整个字根 run 一次啊，不然我怕我补充太多想要讲的东西，到时候没讲完。来，第十二，请念一下 declare， declare， clean，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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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十三 include， include， 单字 include， include， 这个连结好像还没给各位哦，来，立马，等我三十秒，应该要先给各位，下次可以同学提醒我一下。好，他要我重新登录，所以稍等我一下。然后待会我要补充的是，昨天在板桥上课，有同学问说：“老师，你看这么多书，你怎么判断？”来，雅虎先帮我们回答一下，好的，因为雅虎也看超多书的哈。你看这么多书，你怎么判断他书里面讲的是真的、假的、对的、错的？你怎么判断？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拜书，拜 B U Y 啊，跟拜，你怎么判断的？通常都搜集资料，然后去 Google 一下，还有过去的经验值、专业知识的这些东西来做判断。你 Google，你没有用雅虎。太过分了，没有，开玩笑。来 ，Google 一下，然后呢？然后就看看，就是它的相关的一些论述是不是大家一致性比较高的。嗯哼。然后再就用过去的经验跟专业知识做判断。是，所以就是整体嘛，其实那是一个 whole picture， 啊，不管在各行各业、各个学科领域，其实就是一个 whole picture， 你要整体观。那昨天我给同学的回答是这样，我说，通常。很多时候我都不直接回答，因为希望他去思考。然后我就给他问题，我说：“那你一年看几本书？”Ryan 就你朋友，好，我说：“那你一年看几本书？”他说：“不好意思讲。”我说：“没关系，讲看。”他说：“五本。”我说：“一年看五本，课外读不错了，上课课内的不算哈。课外读一年看五本，赢过大部分的台湾人，因为大部分台湾人一年只看1.76本，对，五本已经是 double 了，还不错。”那我说，我初步估计一下，我一年大概看200本书，然后你一年大概看几本书？差不多，差不多嘛。那请问，一个人一年看5本书，一个人一年看200本书，他的理解会不会有差异？
一定会有差异，所以我说我的理解是你的大概40倍，那所以当然会有差。像达文西，人家去算出来哈，达文西他的脑细胞连接量跟我们一般人的脑细胞连接量差了上千倍，所以他的思考速度是我们思考速度的1000倍以上，所以他所有东西啪啪啪全部连在一起了，所以对他来讲太简单了。所以听说达文西文艺复兴时候的人嘛哈，他是一边右手画画，一边左手写笔记，因为他太多东西要记录了，所以他没空一只手一只手来，所以他两只手一起来，就是右手一边画，然后左手一边记，右手一边画，左手一边记。所以如果你去研究达文西的笔记啊，群组已经有那个答案可以下载啊。如果你去研究他的笔记，他的笔记是倒过来写的，因为他同步在记东西，然后他就把那个字直接倒过来写，因为是左手嘛，这样写比较方便。好，所以后来历史学家要去研究他的文献，觉得他好机车哦。因为他笔记是颠倒的，所以你要把它倒回来，然后再读他的笔记的内容。但他就是不浪费时间，所以都左右手一起用，因为他的思考速度太快了。那结论，各位不断的去练习锻炼你的脑神经细胞之后，结论啊，最高境界是哪一部电影？各位知道吗 ？Lucy， 就是你会变 Lucy。老师，我不要变随身碟。没有，那只是一个比方啊，就是说你已经变成数位化了，就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然后运用你的思维模式去套用，所以你会觉得一切看起来都一样，哎，这个模式可以用任何方式弹性的去套用在任何的东西上面。那现在我们学字根，其实就是初步的练习，你如何练习到，哎，我看这个字根，哎，就可以这样组合，这样组合，这样组合，那看起来没关系的，哎，我看一下有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好。好，所以第12再念一次 ，declare， 然后13 include， 来14 cognize， 好 ，cognize，COG 代表 KNOW 代表知道，好，所以当然这是白话的版本，这是文言的版本啊。下面一个15一起念一下 cordial，cord 代表心，因为它跟那个心有关，跟核心苹果的果核有关 ，core，C O R E。那后来变成了 core 的，跟人类的心有关。啊，很有趣的是，有没有同学学过日文？日文，嗯，有吗？或看过日剧，有吗？日文的心叫什么？我打从心里，有没有看过日剧？心から愛している。没听过，我打从心里爱你。他说心から，刚好心就叫心，哎，超妙的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的联想就出现了。c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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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 gala 就是 from 的意思，所以打从心里，哎呦，马上串联起来了。我就看日剧这样看来的哈，我也没正式学过日文，但透过这样的联想就会非常快，不需要背啊。再来16，一起念一下 corporation，corporation， 好，又字根了 ，corp，corp 代表身体的字根，那 corp 是什么身体的字根？我们先都各讲一个代表字啊。来 ，corp， 来看一下希腊文字根，一起念一下 corp， 好 ，corp 叫做身体 body， 那后来变成公司，因为个人叫做自然人，公司叫做什么人？法人，没错，所以它都是用人这个字根 ，corp，corp，corp， 所以 corporation 啊就变成这个公司企业的概念，所以有没有人去申请自然人凭证？举个手。好，有几位请放下啊！中文三个字，逃不掉。你所有的账户、所有的这个存款、所有的保险、所有的捐款啊，什么什么，全部啊，全部在一个晶片里面，噔，全部都有了哈、啊。来，第二个一起念一下 ，crops。好，注意顺序 ，C O R P 是 O R，C R O P 是 R O， 所以两个要分清楚，因为 crop。是 body 身体啊 ，sorry，corp 是 body 身体，那 crops 是农作物 ，OK， 所以说我阿公在中南部种了很多 crops 还是 crops 啊？如果你讲成 corps， 那你阿公就是德州电锯有没有？杀人魔啊，种很多尸体在他的田地上啊？不对，是种很多农作物 ，OK， 所以这里是 crops， 好，所以小心这个颠倒的 OR 跟 RO。那像这样子颠倒的字其实蛮多的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D A I R Y 叫做，来记一下 dairy，
diary。那下面 D I A R Y 一起念一下 diary。Diary 叫乳制品 ，Diary 叫日记本，常常这两个字就有人搞混，好，所以你自己不管在阅读或者你在写作的时候，常就会弄不清楚哈。那其实很简单，我们一样用那一招联想，哪三个？字形、字义、词义，不脱离这个哈。像我之前跟那个罗主任那边在新北市泰山有开记忆课。我们在背那个化学元素，有没有？就超简单的 啊，就是用图像，然后我们这个有通力合作哈，弄一些图像啊。小朋友在背那个化学元素就超简单啊，立刻透过右脑就可以快速的记一个联想。好，所以回来，请问是乳制品会让乳牛 AI， 还是日记本会让乳牛 AI？ 一定是乳制品，因为要挤牛奶。这样听懂吗？好，所以当你听懂了 AI， 所以怎样 AI， 所以 AI 一定是乳制品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日记本喽。所以在记忆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找到一个关键，然后呢把那个关键记得，另外一个对照就很简单了，从此再也不会混淆。好，再念一次 dairy product，OK。好，所以回来，请看，再念一次 corporation。很好，是七 credible， 好 ，cred 跟信用、相信、信赖有关，好，所以信用卡 credit card， credulous 信赖的，好是八，一起念一下 crusade， 好，这 crusade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根，因为它来自于 cross。那刚才刘正老师有说 a e i o u y 什么代换？母音代换。那除了母音代换，我们第二节课再给各位一个更进阶的词源概念。除了母音代换，还有一个叫母音扩张。除了母音扩张，还有叫母音压缩。所以这一辈子母音就三种变化，来附送一下。第一个叫母音代换，第二个叫母音扩张，第三个叫母音压缩。好，所以母音会扩张、压缩、代换。所以你看这个 cross 代表十字交叉，其实十字交叉也是跟基督教、天主教有关的哈，那个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那左边 crucial 有了那个科，后来变 show， 因为 c 碰到 i 变死的音，就是发音 i e y 的变化，所以一起念一下 crusade。好，所以上次有没有讲那个发音教材？有吗？好，没有。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讲很多单字的时候，会跟它的发音变化有关，没有啊？所以来补充一下，也一样，你可以在老师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好像来我很快讲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好， C 本来发什么？ C 本来发可，但是 C 有时候会变成 S， 对啦。那有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碰到三个 I E Y， 碰到这三个，那问题又来了。好，老师你讲过了，我也听懂啊。现在第一阶段叫听到，接下来我知道IEY， 可是我不见得能做到，像是一讲到我就想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联想一下 ，I 不是我吗 ？I 是我 ，OK 吗？就是我嘛，哈。啊 ，Y 不是你吗？就是你呀、啊。那 E 就是谁？E 呀、啊。好啊，所以呢 ，C 都对我，都对 E， 都对你。啊，拢爱死呀 ！OK， 好，所以联想完毕，啊，记住了。好，曾经有个牙医问我这件事情啊，我那个欧大的同学哈，一位年医师，他姓年吧哈，年医师，然后他说，哎，贝尔老师，你教发音教英文教什么，有什么特色？然后我就举个例子给他听，他说他听完我讲一次，他说他终身难忘。哎，杜九啊，杜九一，杜九一，啊，拢爱死，哇，超厉害 ，I E Y C， 可变 C， 记住了。然后从来没有人这样教过他，他就觉得哇，印象超深刻，一次就记得了。所以你可以拍一下，对。然后呢，这个发音就会跟词源的变化有关，因为它发音会变。好，所以举个例子，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什么咖啡 ？City 哦，不是 Kitty 哦，哈 ，Kitty 是 Hello 那一个哈。哎，所以这里是 Crusade。Crusade。好，所以这个十字军东征 Crusade， 其实就跟十字路口有关。那后来它就形成另外一个字，叫重要的，重要的 crucial 什么 crucial， 很好，来听一下
crucial。好，那海词上面还有一个核心词汇哦，你看，如果是四星的，代表常用三千，所以其实它这个海词里面五星跟四星通通叫基本必备。好，五星跟四星，它这边都有标出来。那如果你说老师，那有没有整理好的？有，在最下面，最下面。啊，其实海词有超多功能哈，我们上课没时间讲，你自己去摸索哈。五星词汇五组，常用一千字；四星词汇三千七组；三星词汇六千。哎，在座有没有人要挑战托福雅思的？举个手。有吗？哈 ，Jason， 好。所以 Jason， 你的范围在哪里？一星词汇，他全都帮你整理好了。啊，哎，各位讲白话一点，这个其实一般的书店不就在卖这个吗？不就在卖这个吗？啊，那请问一般的书店可不可以点进去？可不可以念美式发音 ？Baron， 可不可以念英式发音？啊，可不可以在这个延伸？比如这个是德国的包豪斯，这是建筑设计里面很有名的哈。那有没有例句等等？所以杰森回去知道怎么用吗？知道。知道哈，怎么用？考一下，可以怎么用？怎么用？好像这个就是托福雅思的单词了。Authenticate 啊，跟 often 有关。然后这边你看有例句，然后呢看一下例句，甚至还有听力。The painting has been authenticated by experts。来，我们听一下 ，The painting has been authenticated by experts。啊，由专家来验证这幅画的真伪。然后下面还有近反义字，各位先生，如果这个你要去买书，要买多少书啊？你知道吗？现在在网络上 free。你只要听了 Gary 老师的课，就送你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会不会利用使用资源。啊，如果你还有兴趣，这里还有单词管家，好，还有生词本，其实它的功能超多了，讲三个小时讲不完，没空讲，那你自己去摸索啊。好，所以再念一次 Crusade。十军中间有个趣闻，待会有空可以讲。来，19分的时间讲完，一起念一下 secure。好，所以一样的问题啦 ，cure，cure，c-u-r。好，顺便呼应同学问的问题，因为这个 cure 其实有两个同形异音。好，同形异音，同形异音就是上面来念一下 cure。cure 是治疗，它其实把 u 换成 a， 刚讲的母音代换嘛，哈，变成关心，一起念一下 care。所以 cure。这个字根告诉医生跟护理师，要治疗病患之前要先关心他，好有道理哦。好，所以研究词源的这四五年，发现人生很多大道理，词源都有告诉你，因为它都有这个根本的意义在里面。那但是同一个这个 cure 或 cure 的字根，它又出现了第二个发音，这个不一样的发音，一起念一下 cure。好，所以同形但异音哦，他们的发音不一样。所以就要去辨别一下，那这个 curve 叫做转动，其实跟 circle 跟 cycle 是同一个字根。为什么 circle cycle 会变 curve？ 因为母音代换啊，因为子音省略啊，所以 curve 转动出现了。那课程重点在过程，所以先念一下 course。course。然后另外一个你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为了它奔波辛苦的事情。叫做一起念一下 career， 所以这个 C A R 又来自于 C U R 转动。那最简单的那个字叫汽车，哪一个字 ？car， 因为汽车的特色就是它的四个轮子会不停的转动。好，但是当你学了这个字根之后，再进阶就是你如果可以再想到还有什么字根有转动呢？哦，有一个 V O L V 叫 Volvo。那为什么 Volvo 叫转动？因为瑞典有个汽车的牌子叫 Volvo， 它为什么叫 Volvo？ 因为就是不停的转动的意思。那这个 Vol 是怎么来的呢？讲比较抽象一点的词源概念，来三秒给同学拍一下。好，像这个是很具体的、很简单的啊，表面就看得出来。那我们讲一个比较抽象的，OK， 比较抽象的就是 VOLV，Volvo 怎么会是滚动呢？其实超简单的，你知道吗？
原来他就是谁啊？哦，球会滚没有问题啦，大家都知道。哦，所以你问一个古代人说什么会滚，他说球会滚，所以 ball， 所以 O 跟 A 母音代换，一个 L 两个 L 那个没有问题。那老师 B B 是怎么来的呢？规则四叫做 B P M F B， 没错，所以规则四 B P M F B。好，所以我们来念一下，第一个叫 B， 第二个无声。第三，啊，这个 M 其实有两个，母音前发 M， 母音后发像妈妈 Mom， 它两个都有。下面一个，最后 V， 唇音，所以这五个全部叫双唇音。那双唇音，嘴唇一定要怎样碰到？所以 B， V， 全部要碰到嘴唇。你试看看，如果嘴唇不碰到，第一个怎么念？第二个怎么念？后面三个怎么念？所以五个都一样。糟糕了，变成无脸男。好，上个礼拜好像有重播《神隐少女》和那个哈，你看我又想到那个画面去了哈，就是画面的联想是非常快的哈，就不需要文字，直接就那个进入情境。所以 B P M F B。那如果你的敏感度再高一点的话，你有没有想到注音啊？不赶快，一模一样啊 ，b p m f 啊，一模一样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来的。那为什么会把这四个放在一起？为什么 b b m f 放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发音位置很像的字母。那因为发音位置很像，所以常常会发错音。OK， 好，所以台湾狗语有时候也是这样来的。好，就是跟这个f h 不分啊 ，b p 不分啊，就会讲错。好，好，所以 b b m f b， 所以你会经过一个混淆的过程，很正常，因为就是有这个混淆的过程才产生那么多单字。所以 ball ball 就来自于 ball 会滚动的球，这概念知道。好，回来再念一次 secure secure。啊，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说这个词源是一辈子研究不完的，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领悟。说哇。原来这样啊、哦！之前没有连在一起的脑神经细胞又被连在一起了啊！来，二十一起一下 occur 叫做出现发生啊。那讲到这个脑神经细胞，我想补充一个东西给各位啊，还没有空放到网络上，因为每天在看很多东西，在学很多东西，发现哇，太有趣了，有这玩意儿啊！来，百度叫做什么呢？百度脑，它叫做百度，还是什么脑残？百度什么脑？它叫什么脑？脑图，在这儿。哎，这个百度脑图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心智图，台湾叫心智图啊，内地叫心智导图，然后百度上面把它叫百度脑图。那像这种软体本来要收费的哈。然后结果呢，像百度这间公司也是跟 Google 很像，你看这就是我做的其中一个示范啊，这那天我再玩一下这个功能啊，这个都可以放大缩小，然后在线上你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所以请问老师提供给你的这些资料可不可以变这样？可以。那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因为这个完全符合你的大脑的思维模式。那这个图案呢，也跟你的脑神经细胞长得很像，啊，因为我们一般人的脑神经细胞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讲使役动词，你一定会想到，哦，听过，那现在集中使役动词用法 ，K 不？超过三秒，表示脑神经细胞还没连结，好，来 K 不？刚才讲过集中使役动词用法，好，连结起来了。但超过三秒，表示那个脑神经细胞通电的速度还不够快，就人都大脑里面接到那个通电哈，就是突触，它会快速通电过去。那你们说，哎，吴总啊，吴总是这个哈雷美元 V， 给土 V， 好的对对，你立刻讲出来，脱口而出，那就是通电非常快。那当你熟悉一个东西之后，你就会整个串联在一起了，就不用思考。串在一起，就跟 Lucy 一样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模仿大脑神经突触的连接方式。
比如说 DUC 来拼一下 Deuce， 好，或者它另外一个发音叫 Duck， 因为 U 这个字母有四个发音，这就跟发音有关，我现在暂时不讲，那你可以到老师的网站上啊，或你自己就打一次搞定，搞定，一次搞定自然发音。好，这个本来是卖3000块的，3600的教材哈，现在放网络上免费收看。啊，直接打一次搞定自然发音。还有听过的同学举个手，还有吗？哈，来请放下。对，好，所以一次搞定自然发音，去听一下，大概2个多小时的课，好，线上就可以听了。好，所以 DUC 来，我们看第一个字念一下 produce， 好 ，PRO 叫做往前，然后 DUC 代表引导 ，OK，DUC， 好 ，product 来念一下 product。Product 叫产品，所以 PRO 往前 DUC 引导，你发现结尾不同的 T， 好，那个 TDS 不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变化跟省略。好，再来名词一起念一下 production， 好 PRO 往前 DUC 引导 TRN 名词，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再去细分。好 product， 那这可以拉好，往上拉往下拉，把它拉上来，就是它是活的，它不是固定的哈。PRO 往前 DUC 引导 IVITY 代表名词结尾，好，更复杂的名词，所以请你讲 productivity。 哎，请问开会的会议记录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做？可以。请问一本书的读书心得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做？可以，几乎什么都可以用这个来做。所以一本书读完200页、300页、400页，其实心得整理起来 mind mapping 只有一页。请问复习200页比较快还是复习一页比较快？而且你真正记得的才是重点，看完书如果你不记得等于没看过，你不会应用的，所以其实看完书要做这个整理啊。当你像比如说我跟雅虎，因为我们已经长期有在看很多的书，所以我们的大脑会变成自动化，英文叫 autopilot， 所以它会自动去串联啊。但刚开始你要练习做一下这个东西，那就会帮助你很快的入门就习惯啊。其实你看哦，一本书做成一个 mind mapping，你想象一下，50本书，50个 mind mapping， 100本书，100个 mind mapping。那当你大脑开始去把这个100本书的100个 mind mapping 的东西怎样串联在一起的时候，哎，那就很恐怖了，那就很恐怖了啊！因为现在一般人的思维是单点的，了不起是线的，但是你要到面，甚至到立体 three dimensional。OK， 好，所以回来最后啦，来请看第。刚好剩5分钟，刚好讲完。好，我们把例句念一念好了，有问题可以问。好，来再念一次。The children go. Children exclaim with excitement. 兴奋地大笑。你看哦，他兴奋地并不是用副词，对不对？因为台湾同学一般就会说 excitedly， 这个就是比较中式英文的思考。那他就用什么片语 ？With excitement. OK， 比较道地一点的说法。来 ，Sir， the accused man go. The accused man declared himself innocent. 啊，注意 A 开头，所以前面的请念 the accused， the accused， 这是正统的英式英文啊。美国人不太 care 这个规则哈、啊。不过我在英国念书啊，老师谆谆教诲，弟子要谨记在心啊。所以 the accused。下面是3 The price includes go. The includes both house and furniture. Furniture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那 CLU 代表关闭，哪个字 ？Close. 所以包含叫 include， 排除叫 exclude， 结论叫 conclude。好，所以 clue 来交给各位 ，clue 太多 clue 在这儿。Include, exclude, conclude， 可以拍一下。那学会动词，你可不可以转形容词 ？inclusive, inclusive, conclusive。学会形容词，可不可以转名词 ？inclusion, exclusion, conclusion。哎，好简单，所以是背9个字。啊，那再回到本来的 close， 代表关闭。所以后来新闻英文里面用 exclusive 叫什么新闻？独家，因为把别人排除出去，只有我有，所以 exclusive news， 独家新闻。你会发现通通可以串在一起的啊。OK， 好，回来，所以这边记得啦。14来例句 ，A feeling go。A
And feeling or emotion are distinguished from cognition, thought, or action. 所以 distinguish from, OK, 又是无声加无声哈。那 cognition, C-O-G-N 代表知道，因为它就是 K-N-O-W。K 跟 G 可以换，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 K 跟 G 可以换呢？本尼达。可以变 ，stuck， 可以变 ，stuck， 可以变 ，stuck， OK。那这个例子呢？譬如说 SPA， 我们今天加 spa。譬如说天空，一起念加 sky。譬如说学习，一起念加 study。很简单嘛，所以 spa sky study。那如果有在听上课的同学，就会发现我们发音课本第52页。有很完整的这个内容啊 ，KG、PB、TD， 所以为什么你听到跟看到的会不一样？就是这样。好，下面15来例句 ，The hostess gave us a cordial greeting， 热诚的欢迎。来16 He landed a job in a large American corporation。好，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用法 ，land a job， 有没有？哎，老师，得到一个工作怎么会用 land 降落呢？其实我们中文也这样讲。哎，我们公司最近空降了一位主管，空降，有没有？中文就是这样讲。所以你要去思考中文有没有类似的，大部分都会找到的哈。再来 ，they had to go， had to face the steady erosion of the president's credibility。啊 ，erosion 这个跟根部的腐烂有。关啊，下次会后面会碰到。那跟那个加拿大的一个运动服品牌 ROOTS 哪个字 ？Roots 有关。哎，老师，为什么 root 会变 rose？ 因为 S 跟 T 可以代换。今天有讲过 TDS， 所以 rose 就是 root，root 就是 rose。更厉害的是，它会变成 RAD， 变成 RAD， 后来变成 RAD。来找一下啊。RAD， 如果你到海池来，其实海池真的是帮你学字根词源很棒的工具。好，比如说你看 ready， 好，那我找一下，在这儿 ，radish， 哎呦，竟然是什么？萝卜 ，radish， 小时候的嘿呦，拔萝卜。好，为什么要全家来拔萝卜？因为它的根部。进入土壤太深，所以跟根部有关。后来跟灭绝也有关系，因为斩草不除，还有根又是根，你看全部串在一起哈。好，最后啦，来一起 ，We must go， We must crusade for world peace， 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来19 ，Now my house go， My house is secure against burglary。好，忍不住要跟你分享 burglary。Burger 很像汉堡 ，Hamburger。Larry 很像男生名字 ，Larry。所以窃盗，原来他专门偷什么？汉堡，他叫做 Larry。来，餐厅是 Burglary。那 Burglary 是谁？你想得到吗？有一间素食店，汉堡神偷。原来这一位。就是 Larry， 就这样，这是我想到的啦。就说哦 ，Burger Hamburger Larry， 好，所以 Burger Larry， 哦，所以 Larry 专门偷汉堡 ，Burger Larry 就他，啊，就这样，我立刻就想到他了，因为他叫汉堡神偷啊，所以打开了，解开了千古之谜啊，原来他叫 Larry 哈，所以下次你走在路上说 Larry， 然后说你怎么知道他叫 Larry， 就解释给朋友听。他就会觉得你蛮无聊的，不是，他就会觉得你联想力蛮好的 ，OK 哈。好，所以这里是 burglary。哎，不过重点是这样需不需要背？根本就不用背，联想完毕不用背。所以那个字，哎 ，earthquakes come。Earthquakes occur frequently in this area。OK， 今天上课到这边，感谢各位，我们下次见，拜拜。